这几天啊，极客品牌进化日发布了极客2025款001和2025款007，引发了热议和话题。我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，但咱先冷静下来。这两年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，有品牌相信真正的进步啊，不是盲目跟风，而是基于用户的需求的深刻理解，对技术的不断突破，那这就是好事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极客家族感谢两大全能新成员，2025款极客001和2025款极客007出现在大家的视野，那就说明人品牌是有想法、有实力。关于极客快速迭代呢，无疑是一个福音，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选择到更先进的技术和更丰富的配置。发布会我在意的几个点总结了一下：第一，极客 OS 升级成了 AIOS， 智驾也升级了。第二，搭载全新极客 AIOS 和浩瀚智驾 2.0 的2025款极客001啊上市了，浩瀚智驾 2.0 啊启动端到端大模型。最后一点，全球量产充电速度。第二代金砖电池的2025款极客007上市，从10%冲到80%，只需要15分钟。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和双 ONX 智驾芯片，全系升级极客 AIOS 和浩瀚智驾 2.0， 成就200,000级别纯电轿车全能网。用一句话来说，前两点都说了什么？其实就是极客的车机啊变得更聪明了。它不仅能听得懂你直接的指令，也能听得懂你不太明确的指令。比如当你说调低空调温度，它能听得懂；但当你说车里热得像蒸笼，它也能听得懂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它的第二代金砖电池采用的是8大热安全防护技术，得益于第二代金砖电池和完备的800伏超快充补能网络。2025款极客0075分钟续航里程达到340公里以上，我相信单单是这个续航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啊，就是很大的吸引力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是一位对出行充满期待的朋友，那不妨关注一下极客这两款新车，我相信它一定会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。最后，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，你们觉得极客的这次进化怎么样？有没有哪个点特别吸引你？